这首歌叫嘛 ？Not to find 比较嘛？啊，这个这个。那这个这个。那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，啊，那个那个小姐这样。这首歌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是阿美族语跟卢凯族语这样混搭的一首歌曲，很酷。那以前没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唱卢凯族的部分，因为后来她去参加星光大道，然后就刚好我们在路边被老蛙捡到，他就说他要发挥太阳族，所以这首歌哇不简单，哇塞，有的巧，三族的语言啊，阿美、卢凯、太阳族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不懂的待会举手发问啊，老师会给你奖品。我都这样骗你小骗，哎，好，乐乐乐小姐，谢谢。七八，五六七八，谢谢。